OK， 我们现在要出发去红地毯了，活动就要开始。对啊，先心情略紧张啊，因为今年温西东就有蛮多人喜欢这个角色嘛，沈光耀这个角色，所以其实身为一个演员，这还是很大的一个满足感，其实已经很开心了，然后今天可以入围。27，今天这个服装啊也是有点军装的感觉，因为沈光耀是飞行员嘛，所以我想说有点不一样的，跟角色有点关系。回到房间了，心情很激动，因为我现在手上有这个，嘣嘣嘣嘣嘣嘣，我的人生第一个最佳男主角的奖项。谢谢澳门国际电影节，谢谢吴问西东，谢谢评委，谢谢李芳芳导演，写这么棒的一个电影，拍出这么棒的一个电影，又是编剧又是导演，我非常非常的幸运啊、也恭喜章子怡拿了最佳女主角。今天晚上有太多我们要值得庆祝的事，想到吴问西东跟清华大学很多缘分，还有想到当时在拍的时候穿着清华大学的校服，然后拿给我奶奶看，然后她看到我的照片还感动的落泪。今天也要告诉我奶奶，孙子因为这部电影拿了奖，也要跟你分享，也要献给您。要谢谢我所有家人，所有的红亲们，就你们喜欢吴问西东的朋友们，去看了吴问西东的朋友们，还有去告诉别人说吴问西东是一部好看的、值得观看的电影的朋友们，真的谢谢你们。也要谢谢米雪老师啊，跟我演了这些对手戏，真的是非常的感动。今天我不说妈，对不起，我说妈。哦，老奖了，我拿奖了啊！反正要谢谢的人太多了，红生的工作人员们，我家人、太太，还有所有的粉丝们，我爱你们，么。